皇上，你累了吧？你们去那边看看。张保中，参见皇上。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没有。皇上，我们找了大半天，我们还是……不行。朕觉得，宝珠应该就在附近。这样，你们大声喊他的名字。 也许他能听见。是。宝珠。原来如此。那你有没有听见，到底谁是他们的主人？只要你肯出面，就能证明我和皇后娘娘的清白。一策不能再错，我一定会出面作证的。 那有看你有没有这么机会吗？张保中，你们到底想怎样？此事原本无需你搭上信女，可是你总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郑少公，委屈你了，拿命来！ 什么声音？快去看看！是，快去看看！走啊！ 快点！走！通通拿下！ 你不知道，我不能悬崖，悬崖上摔下来，又差点被人给杀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差点就死了，不是也才来啊？我喝了，我真的很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打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对不起，公主。你知不知道，前日李光姬跟我说，你跌落了悬崖。 你凶多吉少，我就像丢了魂一样。我一直问自己一件事情：如果你死了怎么办？想着想着，我甚至觉得，如果你死了。
我也不想在这个世间活了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要怎么办。我还想，如果你还活着，找到你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，我不会再跟你吵架，我不会再气你，我。保重，你说我是不是爱上你了？我觉得是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很早很早以前。可是你都不知道，你还以为我爱上我是很早以前，你有我早吗？啊？对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我先的。我比你早。不是，一定是我先的。真的。我先的。我先了。好。不管谁先谁后，最起码现在我还得听见你叽叽喳喳的讲话声，还可以看见你的脸，我还可以握住你的手，这样我就别无他求了。怎么别无他求呢？皇后娘娘还等着你去救她呢。走。启禀皇上，那三位刺客武功很强，属下无能，让他们跑了。跑了就跑了吧，人没事就好。走。